祝的节日。虽然今天晚上是3月1号，我们提早一个星期庆祝，就是要让我们的妇女们享受一个星期妇女节的庆典的欢乐时光。3月1号庆祝到3月8号。中国早在2500多年前的《诗经》里啊，就收录了许多赞美女性的诗句。那么今晚的客家大厦，华彩熠熠，美不胜收，是女同胞们的美丽和光彩装点了这个美好的夜晚。形容女性，那如果我们要用植物的形容格下的话呢，永永远远的那么高贵美丽。好，1、2、3。是的，切下这感恩大蛋糕。那这就是我们叔叔会的杰出妇女得奖人。这个时候呢，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来欢迎四一本会主席一刀苏信旺，以及来自永春会馆的严美丽。哎呀，哇，阿刀苏信的手势呢，一个嗰啲 pose 咧，系真系好似学过咁噶喎，哎。后冠啊，来，就好像是家人。